刚刚长荣航空公司他们已经正式的说明鉴于女士的证件被北京政府取消了，所以他不让他做check in 登机的动作。那也没有告知当事人说到底北京政府是在几月几号几点告诉他们这个讯息，也没有告知理由，也不告诉我们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这样的通知。那我们很遗憾，我正在为诉求的太多的事情，就是说困难的事情，这四个人管道来告诉我，就是动作之